你要敲走吗？之前后后头两千，他就两千乘两千，为什么？我们上回没有楼梯耶，楼梯之前没有，然后是啊，那楼梯有上去有。把我的公车停下来啊，是因为我不在这里吧？没有，我让它停下来。
地形。又有风波了，为什么？蜜蜂没有蜜蜂，哪有风波？凤梨耶，
生姜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都姜哎、欸。是，你瞧，为什么不能吓到？他要用这种嘲笑我的语气，真的很恐怖。我以前如果是主要是看，很喜欢我吧。是国中的时候，不是有那个盗版的台湾麦饭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就那时候在国中的时候在，就班上的人很多都在玩。然后印象中我就是洗澡的时候没有去洗澡，然后我就，然后你就，哎、欸，严峰哎，新的。然后我就在那个我们住。站住的地方看到一个，就是，看到有那个一个洞穴，可是那洞窟的那门口就窄窄，就是一个门的宽度，就两个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只僵尸，然后我就其实我有怕，可是我有想要打它，然后我就走进去，然后被它打，然后。真的好荒谬，这里都还会有。海龟不生蛋，像那个吗？像那个鸡这样？不蛋啊？是像鸡那样生蛋？立在地板上啊？像龙蛋那样？在地板上它不能不踩它，它会破掉。那个僵尸，他那些怪啊，喜欢，所以你要盖那种，让它，你要把它包紧紧的，不然僵尸会来踩它。但是游戏设定有这地方，怪那么强，踩，然后大家不敢努力。而且蛋蛋孵化超久的。要多久？几个小时哦，分个世界的几个小时。啊，抱回来。海草用打的就可以。海草。海带。对啊。
就自己，你是不是自己那个潜太久？我知道，就不要讲出来。不，又有穴位，是穴位吗？雪屋里面啊，在这边走好奇葩，哼，走走走，他跳了，离我们奇怪建筑了，要进去吗？我看小小的，对，过来。你离那个很远吗？我现在快跑进去。越来越诚实了，我害怕。把杀掉。切。这个。这个企鹅，
God！说 big 哥，说 big 哥哦，说 big 哥哦。你、欸、那个是不是那个换换毛的那个？幽灵是另外一个 ET 耶、欸，是那个有很多那个的 ET 吗？会有楼梯下去吗？是不会下去。我要死了。全员可以搞。嗯。
就是很。这里不生怪，这样关机啊。想又要再铺一层地板，我的钥匙就在你那边了，来，再做两把。
Thank you.
是草之树。对。可以这样。欸，我不知道是草之树可以这样。我有生化砖，就是敲掉就敲掉了。我想抄什么回事？我看。哦，切！为什么你要给我用一堆这个啊？丢在箱子里。这个啊，有理由对吧？那是爆出来
会都拆掉。就是说，买那个应该要看你想要哪些东西，是游戏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舰长啊。
给他一个遮雨棚，然后在那边甩那个水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No, no.